的抽奖以及直播现场的朋友。是的，欢迎你们。今天是我们花在彰化哈，这个好礼一把抓的一个彰化振兴方案里面的第一次抽奖，你上传了没？如果还没有上传没关系，还有机会。我们第二次会在四月，第三次会在七月。那最主要就是希望大家把钱都花在彰化哈。那今天会为大家总共抽出6021份的一个这个摸彩的一个这个礼物出来哈。那我们最大奖是价值百万现金的青年住宅一房型哦。那我们各个奖项会在今天来抽出，那记得啊，手机要准备好。那我们呢，从10月15号一直到1月15号这一次截止哦，那已经超过500万的交易人次了哈。那每个月累积消费的金额都创下新高。那昨天15号那天真的很抱歉哦，因为呢会员数突然加了10倍，然后这个金额也加了好几倍哦，所以有一点点这个网络稍微慢了一点哦。这里先跟我们所有的乡亲哦，黑姐拍谁哈，我们后续会再来做加强的部分。4、3、2、1，按钮。呜！好，逐渐的，逐渐不断的往上攀升。哦，跑得好快了，太精彩了！数钱可以数这样，真的是很棒。他们比拍票的速度快。真的，这个是马上已经突破。你看有没有看到，已经超过。哇！我相信咱县政府甲议会共同拍拼吼，咱的政策会做了愈好吼，福利也嘛愈来愈好，啊，把咱的钱开伫咱的彰化，福利好哦，咱彰化人，互大家福气啦。欢迎大家来我们彰化消费，我们彰化不只有古迹，还有我们的花在彰化，还有我们的小吃，是全省一级棒的，欢迎大家把钱花在彰化，还可以抽大奖哦。到底你会不会是屋主呢？3、2、1，按钮。马上就来看到我们这位幸运的得主出现了。得奖的是，得奖的会是谁呢？哇，我真的太期待了。我们序号真的非常的多，所以我们到最后发现，哇，姓黄没错，姓黄啊，他是祥，会不会是你爸爸？王惠梅，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摸彩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啊。啊，你知道你中了第一奖吗？头奖吗？我不知道嘞。我现在通知你，你获得我们125万的一房型的青年住宅，恭喜你！呜，我们变两间了。变两间。一间变两间。呜，爸爸把你米给他当。所以大家要拼，然后呢，逢百吧哈，500、600、700、800、900、1000，比不用再抽奖，就给10000块钱的，继续现金，对，哇，太棒了！欢迎大家把钱花在彰化，这一波的振兴方案，彰化县政府从10月15号一直到6月30号。我们分别在1月、4月、7月，我们会来做这个摸彩。那今天是第一个阶段，也就是说，从10月15号一直到1月15号消费的乡亲，总共突破了500万笔，那总金额是26亿多的一个这个经费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抽出了6021个奖项哦，那包括我们的头奖，也就是说我们一房的一价值125万元的一个房子哦。那因为大家呢反应热烈哦，所以
我们县政府在四月摸彩的过程中啊，只要突破60亿的一个金额，我们会继续再加码。那除了原本的奖项之外，会增加 PGO 这个摩托动力的摩托车10台，以及20000块钱的奖金哦，奖金奖有25个。那还有我们呢，本来是只有一房哦，现在变成2间的一房的一个这个啊价格，这个房子哦，那在这边还是欢迎大家把钱花在彰化，一样邀请大家大年初一到13，我们的这个花在彰化啊，有相关的一个跟花卉园艺的一个展出哦，在西洲公园也欢迎大家。那另外我们在八卦山上面有月影登记，下午5点半开始到10点都有开灯，大家可以下午之后先来彰化晃一晃，来走一走。然后呢，我们的15个观光工厂、20几个休闲农场，还有我们很多的商圈，都有非常好吃好玩的东西。欢迎大家把钱花在彰化。你看，刚刚是780块钱，就获得我们125万的一个一房型的这个青年住宅。相信呢，只要你参加，只要你投入，你一定会有好运。只要突破60亿的金额，我们就会再加码现金奖25000。那这个电动机车加10台，那原本是青年住宅一房型之后1间，我们会再加变成2间哦，所以也欢迎大家多一些机会给大家，让大家能够把钱花在彰化。